今天要来跟哥哥念的一本绘本叫做 LMNOPs。 对， LMNOPs， 它是一个关于小豌豆的故事，然后用小豌豆们呢来介绍英文字母，还有英文字母相关的一些常用的单字。那我们今天来讲的这个是 Keith Baker， 他这个非常知名的作者，他的一本其中的一本代表作。然后另外一本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叫做 1, 2, 3, Peace， 它是在讲数字的，那也很好听。那这本我们呢是 JY Books 的版本，也就是会有四个模式，歌曲朗读、念谣还有伴奏。那我们先让大家很快的听一遍这个歌曲，然后我们再来讲解里面的内容。 LMNOPs 可以点封面，就会有 点封面的图，就会有唱歌。好大的字。好，就听到这里了，然后我们来好好的讲解一下里面的单字吧。因为虽然大家会觉得单字书好像是非常简单的，是不是学会单字以后就没有用到这本书，但我们家哥哥一直到六岁，快要六岁了，都还没有学会里面的，其实有蛮多单字是我们虽然生活中常见，但是英文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讲，所以在我们跟大家一起复习一些字，这些字顺便用它点读的功能，点读的功能我们可以逐句的来讲，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哪个字怎么正确的发音。 We are peas. Alphabet peas. 我们是字母豌豆哦。 We work and play in the ABCs. 我们在 ABC 里面又工作然后又有玩，所以它是结合它每一个跨页都有一个大插图，然后是结合这些豌豆让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像这个呢，还是什么？ Acrobats? 我们是 acrobats。Acrobats? 对 ，acrobats 就是杂技演员，就是一些像马戏团里面表演杂耍的那些人。还有 artists 是艺术家。And astronauts in space. Astronauts in space 就是在是太空人哦。然后这个呢是什么 ？We're builders.We are builders. Builders 是建筑工人，然后 bathers 就是洗澡的人 ，and bikers in a race. And bikers in a race. 对，就是在比赛的单车手。那我们就读到这边，我们就会发现了他每一个豌豆他的这些职业或者他的工作或他正在做的事情呢，其实都是这个字母开头的，所以你可以学到很多这个字母开头的一些。人身份的不同的工作，各行各业的人或正在做的事情。Builders, bathers, bikers in a race. 那 C 有什么字呢？哦，对，然后我们点每一个字母，它也会发出那字母的音。C, B. 对，然后点这个字，它会有。We're cli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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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imbers 是什么呢？是登山的人，他是爬山的。Campers.
对 campers， 对啊，你会的哈 campers。那这个人呢 ？And he is a circus clown。哦，对，然后 he's a circus clown。那 circus clown 是马戏团里面的小丑。然后这个人呢，他们是 ，We're dancers。We're dancers。对，我们是跳舞的人哦。然后他说 ，Can you dig it？Can you dig it? Can you dig it? 这是一个俚语俗语的用法，就是说，哎，你看得你懂吗？或者是说你喜欢吗？这样子的用法，就是 Can you understand it? Or can you, do you like it? 这样的意思。然后呢，他可能因为他跳的是现代舞吧。And drivers round town. Drivers round town. Drivers round town 就是这个在城里面穿梭的这些司机开车的人。然后这个 E 有什么字呢？我们来看看 E 有。他们在干嘛 ？We're eaters. We're eaters. Eaters 是吃东西的人呐、啊。然后他在干嘛呢？哦，对 ，electricians. Electricians 是就是电工，就是他们看他们在配弄这些配电线，还有 and explorers searching land. 还有这些正在寻找陆地的探险家、冒险家 explorers. 然后这个是什么人呢？对，还会很好。他笑的是这个线，一只走，对，走到那边去了哈。你看，每一个都是 E 和 F， 它的字其实都有相关。你看 ，we're 我们是 farmers， 就是我们是农夫。那这个是什么字啊？你会吗 ？Flaggers 是骑手，像我们赛车里面有一个人专门在那边挥旗，告诉你他是最后一圈了或什么的，就是 flaggers。然后这些人呢是。是 best friend in the band， 对，是乐队一个乐队里乐团里面的好朋友。Pod， 对，哥哥最近在学 phonics， 所以他看到字就很想拼出来。Gardeners 是园丁。Gigglers 是被你看他这个人，他一直笑，对不对？他是被骚扰，他 giggle 是咯咯笑的声音，所以 giggler 是会咯咯笑的人。妈妈，怎么了？需要那种人吗？那种人应该不用吧。可是你也会啊，我只要骚你一样，你也会。好 ，givers and takers 是送礼物的，送别人礼物的人，还有接受礼物的人。嗯。然后呢 ？We're hikers 就是健行人，健行就是走很远的路的意思。然后。Inventors 是发明家。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它不同的年纪跟小朋友共读方式可能可以不一样，因为有些比较小的孩子他可能并不太懂这些东西是什么，那妈妈可能要试着换句话说，像we're hikers 就是可能我们一起去远足啊，走很远的路这样子。然后 inventors 是发明东西的人。妈妈，他们走的一点都不远啊。真的吗？你怎么知道他要走到更远的地方去？然后这个人在干嘛？他是And investigators 他是就是调查员，他这边有点像侦探一样的人，他要找一些可能不见的东西啊，或找到那些不见的人啊，或找一些事情发生的原因，是 investigators， 他是调查员。然后这个人是法官哦 ，J 的字 ，judges and jugglers 是那种。会玩特技，他会丢很手中会丢很多东西的嘛？他 juggling， 他就看你看他可以耍这个盘子 dishes pins 是这些球瓶，然后还可以把他手上丢都不会掉下来。妈妈真的看这个 dishes 的盘子。好了。And rings， 然后这个是什么 ？rings 是这些圈圈。妈妈当然圈，它就不会掉下来。对，他一直玩这个圈圈或丢东西都不会掉下来。那这个人是谁呢？The kickers? Kickers， 他是在踢球的，他在踢球的人。Kayakers 是划独木舟的人 ，Kayak 就是独木舟，然后这个加 er， 他是划独木舟的人。And some of us are kings. And some of us are queens. 那我们是有些，我们之中有些人呢是国王哦。对。We're listeners.我们是听众 miners 是矿工，是就是采矿的人
neighbors, right next door. 就是隔壁的邻居。We're nurses. 我们是护士。Officers 就是 police officers 就是警官。And outlaws 呢是坏人，知道吗？就是那些歹徒或者是逃犯，是在逃亡的那些人，他已经做坏事，然后没有被抓到，他刚刚逃走这样子。Taking more， 他们正在拿更多的钱，在抢银行。还有呢，这个人是谁？他们在干嘛？我们看着。Hello, I am peace. 好。在耍宝啊。We're painters. Painters 就是油漆工，我们在画刷油漆。Poets 是诗人。And plumbers fixing leaks. 然后我们是会修漏水的，就是水管工人。We're pilots. Pilot 是什么东西？飞机的人，就是飞行员。哦，我知道那个这里是还没涂的地方，然后这已经涂。对，这是已经刷了油漆的地方，对不对？上面刷了油漆，然后下面还没。然后这边是 parachutists， 这跳伞的人。We're peas and 我们是豌豆，然后呢 ？We're unique 是什么意思啊？ Unique.就是很特别很独特的，是我们虽然就是一些小豌豆，可是我们每一个都不一样哦。 unique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对。然后还有呢， we're quilters quarterbacks， 我们是玩拼布的人，就把很多碎布拼在一起然后缝在一起，叫做 quilt。 然后他们专门做那个拼布的人叫 quilters。 然后 quarterbacks 就是美式足球里面他有一个专门负责进攻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叫做 quarterbacks， 叫四分卫。然后还有 and readers， readers 是读者，就是读书的人。 next page please， 他说 next page please， 请翻下页哦。那个你看这个是用那个 quilt 做的啊，真的是用 quilt 做的。Next page, please. We're scientists. 我们是科学家。We are scientists. 还有，这是什么 ？Swimmers. And sailors on the seas. 然后我们是 sailors on the seas. Sailors 是那个海上的水手，在开负责开船的人，游泳的人，还有开船的人。Truckers. Teachers. Truckers 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Truckers 就是开卡车的人啊。那 teachers 呢？老师说什么？ Look here. 老师说 ，Everyone look here， 大家看这边呢。Look here. We are underwater divers. 对，我们是这个海底的这个潜水员。还有。Voters 是投票的人，看那边全部都是票，全部都是票。全部就是 no 吧？没有，有些 go 的 yes， 有些 go no 哦，你要仔细看。然后呢？哪里有 no？ 然后这个 V 的话是什么字呢 ？Vets and volunteers。Vets and volunteers。他这个是兽医，还有就是义工，他们是志愿去做一些事情的人。We're weavers. Wishers. And X-ray doctors too. 他说我们是编织的人，然后或者是许愿的人，还有X光的这个检验师，好的那个医师。We are yogis in a pose. 我们是做瑜伽的人。Zoologists. That's who.对，我们是动物学家 ，zoologist， 就是专门研究动物的人呢。We are bees from A to Z. Now tell us, please. 那我们是从 A 到 Z 的这个字母的豌豆啊。那现在你告诉我什么事 ？Who are you？ 对，那你是谁呢 ？Who are you 呢？还没有说，那你是谁？所以这个故事呢，那我们大家
有其他的版本，就是它可以有念咬，就老师念一句，小朋友念一句，大人念一句，小朋友念一句，然后也有单独的伴奏版。那我觉得这本书是很可爱，因为它可以跟不同年纪的小朋友有不同的念法，像知道我们大人其实可能有一些字是不熟的，那只要是很小的小孩，像我们弟弟那样子的话，我可能就直接带他听歌，然后就是翻一下里面的这些ABC， 他现在差不多就已经都认完 ABC 了，然后所以呢，我们就是可能跟他讲就是这个豌豆在干什么，当作一个小故事这样子讲。好，就介绍到这边，很可爱的一本书叫做 LMNO Peace。